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强尼。今天没有 Uber 的营业数字，今天要分享一个很棒的露营区，就是位在南投五界的森林猎人露营区哦。从台中市南屯出发到五界约一个半小时，依导航的路线行走，大部分路况都非常良好。下了国道六号，经过埔里外围，开始进入五界产业道路，一路平顺好走，也会穿过五界部落，这是传统的布农族部落。直到经过法治国小后，约有1公里较狭窄爬坡的水泥道路，只能一部车通行，还好路面平坦，但如果遇到会车，还是要特别小心的哦。森林猎人海拔800多公尺，五界因为刚好在大山中间，容易起雾，也被形容为云的故乡。一般游客会常来的景点是五界坝，也会顺便逛逛小市集，还有界思源吊桥、瀑布和一线天等等。五界其实还有许多景点，可能下次要多留一天再来探访了。这是进到森林猎人的大门识别，很有特色。今天云的故乡五界刚好气象预报是万里无云的。在森林猎人有别于其他营区，公共空间非常多，也提供餐点，当然是需要预订的。虽然万里无云，但远眺山林线还是有一种感动的美哦。
这次营组好像把大家集合在同一个区，所以显得有些拥挤。预测设计及清洁维持的都非常的好哦。今晚要是没有这盆火，我想这个天很难聊下去的。深深觉得山上的湿度和家里的湿度差太多了。不过围着萤火喝喝小酒，三五好友聊天说笑，也算是很棒的体验哦。一早有车发现车体已经结冰了，大家就知道昨晚有多冷了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在寒流的天气露营车宿，一定要带足保暖装备哟。早餐又是没让大家失望的好吃，这些婆妈们真的是会煮啊。夏天如果带小朋友来，一定很好玩的。这区域是空的，我想是营主特意安排的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准备下山。我是强尼，我们下次见。